第九题，请问关于 Imoll H2SO4 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A. 含有氧气分子四摩尔。那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 H2SO4 里面，一个 H2SO4 里面有四个氧原子，所以一摩尔里面呢就会有四摩尔的氧原子。那么这个四摩尔是对的，可是我们呢是氧原子而不是氧分子，氧分子是 O2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选项 B 总重为6×10^23公克，我们说一摩尔的质量就等于它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。那么我们晓得硫酸的分子量是98，所以一摩尔硫酸 H2SO4 是98公克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。C 内含的原子总数为98×6×10^23，一摩尔就是6×10^23个，所以我们一摩尔就有这么多个硫酸分子 H2SO4 分子，而我们这里面呢有总共有两个氢原子，一个硫原子跟四个氧原子，所以加起来是七个，也就是说一个分子中有七个原子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分子数是6×10^23，原子数它的7倍，所以是7×6×10^23。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选项 D 内含有氢原子两摩尔，我们看到 H2SO4 表示我们这一个里面呢会有两个氢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氢原子的数目呢是我们的硫酸 H2SO4 的2倍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有一摩尔的硫酸 H2SO4 就会有两摩尔的氢原子，所以选项 D 呢是对的。因此第九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关于一摩尔 H2SO4 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内含有氢原子两摩尔个。